坚强。青コーナーより伊藤健人選手の入場です。22岁，身高1.72米，战绩24胜10负，14次 KO 对手。掌声送给中国收割机赵崇阳。青コーナー174cm、60.0kg、K1 ジム目黒、チームタイガー、伊藤。レフェリー豊永実。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日本站的比赛，我是韩燕。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好，比赛进行到现在的话，我们和日本 Crush 的比分是3-3平。是。好，所以这场比赛很关键啊。对，非常关键。如果赵崇阳能够拿下这场比赛，那我们此次就大获全胜啊。是。咱不知道他会发挥的怎么样啊？还是先请蔡老师先介绍一下两位运动员啊。这赵崇阳是去年中日对抗打过了嘛？他说当时呢虽然输了，但是他最感动的是这个朝九玉贵啊都来这边帮他们加油。但今年朝九玉贵的父子也同样到了现场。对。那另外呢，这个伊藤健人身为副将啊，他说在自己的地盘他是不可能输的。伊藤健人曾经。跟我们的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在武林风打过，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他打赢的王山伟。我们再看到，去年的比赛，赵崇阳是被加藤凌云奈给 KO 了。其实，在 KO 之前，他是也是占优的。对。啊、哦。嗯，所以这场比赛呢，他的对手伊藤健人也是看了去年那场比赛，他也表示想以 KO 的方式结束掉赵崇阳。那我请这个赵崇阳去对比一下，这三个人嘛，他说这个伊藤健人的骨子里透着一股年劲啊，他的抗击打跟意志很出色，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加藤嗓，就是加藤凌云奈那种这个冷招，还有这个也没有朝九晚五的多变，所以呢。赵崇阳觉得不是问题。你现在看到赵崇阳，赵崇阳呢，在被朝九击败之后呢，一直苦练朝九的这个变线腿法，还有他的飞膝。看看呢，我们的赵崇阳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朝九玉贵的招式给使出来。他虽然说一直想战胜朝九玉贵哈、啊，对，但现在也和朝九玉贵成了好朋友，对，啊，也会学习人家的一些先进的技术。是，找到机会了。哇，这个给我们赵崇阳第一回合就找到机会，太漂亮了。好，比赛继续，是看赵崇阳能够这个乘胜追击啊。老不要太激动。其实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通过缩短时间给这个蓝方有这个缓过来的机会。那个场上裁判很多手法可以去影响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的。嗯。
所以很多我们的老道的这个观众啊，他也会去看这个裁判的一些动作的动机，也会去揣测。湖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五零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个6，欢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像这个伊藤健人去年打过这个新武创新的王山伟嘛，我就突然问这小孩怎么不见了，那个我们的朱斌呢就摇摇头说，现在很多小孩子想法多，他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在这个武林风的平台露脸了，还是会很经不住一些引诱啊或者挫折啊就离开了，他们觉得非常的可惜。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们再回到场上来啊，这个其实蓝方伊藤健人平常在练习的时候，他的拳的发力是非常漂亮的。在日本呢，像他还有这个平本莲啊，他们都是拳法发力非常好，你就看背影就觉得很舒服，那看正面就觉得哇漏洞不多，很规范。不过呢，再规范也给他们的赵成阳去第一回合给强毒了。那另外我再分析一下，因为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不是比谁的技术好，不是比谁的这个动作更规范，因为像这个伊藤健人的比赛19战只有2次 KO 胜的记录，所以比赵崇阳的是4次 KO 这个火力啊，就差得太大了。就你还要从他的战绩上去分析一下这个运动员特点哈。而且就是这格斗啊，就是有时候要靠意志力，有时候靠你的这个力量，对，去吃掉对方。那今天明显看起来是我们这个赵闯的火力是比较足的哦，哇，光这个拳。其实像蓝方拳很好，可是不太敢出啊。那赵崇阳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力给灌进去了，这个拳头上面还有意志力啊。对，像我们这个小雷公啊，像刚那一场呢，他拳的意志力就比较松散一点，比较可惜。那朱帅呢，那拳真的是哇，太帅了，太帅了哈、啊，没有完全发力，但是呢，让对手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我们看赵崇阳这个这次的比赛就是打得很自信，是出拳出动作都比较的坚决。对，那就还没看到他偷偷学这个赵九玉贵的变形踢跟飞膝，很期待哈。对，那蓝方呢其实腿法非常的好，今天不太敢出，对，也没出来，畏畏缩缩的，因为可能被赵崇阳打怕了，被他的气势先压倒了。对，有的时候就是在场上，就是一个人的气势能够压倒另外一个人，是这个时候是一种心理的战术哈。对，一般是高个会压矮个的，就是我只要高你大概10公分左右，就觉得哎呀，我心里会有点优势。第一个我视线都是从上往下看的嘛，第二个我拳跟腿就是差你那么多，我打到你，你打不到我，就有这心理的这个安全感了。好，分开。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赵崇阳这是以小打大他说这个日本人另外有印象让他很深刻的就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好，时间到大家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可以通过手机摇一摇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更多精美礼品现金红包等你来抢。那就刚才说到日本人那种鸡蛋里挑骨头的规范还有就是各种赛事都有一些预备方案非常的仔细。然后上次我们中国队在离开的时候特别把这个场馆的休息室给收得很整齐，让日本吃了一惊。听说这个新闻还上了他们当地的热搜，我觉得哇，觉得中国的运动员好规矩啊！没有想到我们会那么的好，是留给日本很好的形象。进行到第三回合，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其实这场比赛的输赢很重要哈，不单单是赵崇阳两个人这个人的胜负，还关系到双方战队的一个比分。
飞机，朝九是个飞机啊，朝九是个，对，刚刚还说没有看到他。朝九日记呢学到的什么分析啊这些用当，是结果就出现了，我们再看一下回放。哇，真准啊，真准啊，三 logo 一飞，哇，这个都要苦练啊，不简单，哇，太厉害了，是赏脸了，赏脸了，在第三回合的飞机需要有非常好的技能才做得到的。伴随着赵春阳的这一记飞机啊，拿下这场比赛，我们这次云峰Class的观战，我们中方战队就获胜了。啊，真的向我们这群可爱的运动员们致敬。是，在去年的惨败中站起来，给日本人一个教训。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期待着与他们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去年是反正自己第一局打完之后感觉自己有占对手上风，但是他力量也不是特别强，然后第二局的时候推